走了，送你回家了。不想回去。不是，你不是让我送你回家吗？嗯，这件事情太多了，你还天天惹我生气。我要出去散散心。散心是吧？走，那我带你喝酒去。喝酒啊？是啊。不了吧，不了，喝不下，喝不下。哎，发什么愣啊？喝啊！不是，老板，我真的喝不下了。哎，说喝酒的事，你喝不下还是你能不能爷们儿点吗？老板，我真的不行啊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把老娘喝高兴，估计走。过来，我干了，你随意啊。老板，那个我，哎，干嘛？你又给我装蒜是不是？赶紧起来！哎呀，昨晚喝多少啊？啊，头有点痛啊！老板，那个昨晚我你还有脸来见我是不是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出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我不听，你居然对我也怎么出去见人呢？你还我清白。不是我，你是不是就是不想给我父子留在我们孤儿寡母的无依无靠子？好，我负责。那你现在是我男朋友了，你出去吧。行，那你别哭了啊啊！哎，怎么？你上午迟到了，你去财务交一下罚款啊。不是。哎呀！来，坐嘛。怎么了？这。嘿嘿。我是你的谁呀？不是，你是我。我女朋友，这也还差不多嘛。嗯，那既然我是你女朋友，咱们得约法三章啊。约法什么法？第一，我永远是对的；第二，不准跟任何异性有任何联系；第三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第四嘛。不是还有啊？还没想到，想到了再告诉你吧。不是，那如果你犯错了或者那什么什么怎么办啊？也是哈。那咱也不是不讲道理，这第四条就是如果我有问题，那么请参照第一条。不是，你这也太……亲爱的，行吧。哎，你看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帮你做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我最近有份喜便拿给我男朋友买的，多一份送你。哎，不了，没事，你拿着吧。哦，行，那谢谢你啊。没有。好吧。哟呵，新的洗面奶是吧？啊？谁送的呀？不是，是那个，我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，有钱了是吧？啊？我送的洗面奶你用完了吗？现在都学会乱花钱了是吧？啊？不是。下个月开始，工资上缴，每个月给你500块钱零花钱啊，不给你攒点老和本，你拿什么娶我呀？像洗面奶这种东西，就应该是女朋友来准备，知道了吗？以后我包了。不，昨晚喝酒去了，我这儿有几个不错的妹子。哎，算了，不去了，我没钱。这不才发工资吗？你平时没那么抠的呀。要不这样吧，今晚你出200，剩下的我包了，够意思吧？
行，那我想想办法，你等我啊。亲爱的，你这可怪不了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哦，刚好200块。那个，你看你的包里怎么就200块钱呢？啊，这怎么行？来，我给你加点啊，我这儿都给你了啊。想买什么买什么啊。你别笑。来，拿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给你，你就拿着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了。拿着。哎，行吧。杨森，干嘛呢？啊？我不是不让你进来了吗？我看他过得不好，给他拿点钱，怎么了？我男人的钱只能我给。拿着。哦。还不出去吗？哎，不是。杨森，过来甩腿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这是给你的，就一百啊。哎，行了，我再给你呗。你女朋友这么凶，下次这种事情可不要再找我了。哎，行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老板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上去吗？哎呀，李总这单我跟很久了，马上就要成了，别催。我告诉你哈，我不管你是李总、陈总、张总什么总都好。你现在立刻上去给我乘凉睡觉，你的脑袋里面除了我谁都不准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拿着过来。去吧。那我走了吧。嗯，去吧。哎，李总晚上好。哎，你跟莫总谈了那个订单啊，你找我就行啊。喝茶费什么的想让我懂做的啊。哎呀，心情好啊。老板，你找我呀？那个，你去把李总的合同准备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去把它签。嗯，李总啊？对，李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去行不行？不去你养我呀？我养你。哎，别贫了，快快快快去准备。哎呀，李总的合同我签了。你签了？不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啊，哦，我知道，昨天晚上。送给你。真的假的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呀，还不是那个攒点私房钱想给你买礼物嘛。这还差不多。过来。好，那我出去了啊。去吧去吧。